2018年 DSC 第7条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oncerning iron and magnesium is correct？ 以下內邊啲句子係關於鐵同埋 Mg 咧係啱我。咁啊鐵咧就頭先講咗啦，呢兩個咪 giant metallic 咯，同親 giant metallic 咪得陶咯，延展性咯，所以錯啦，大家都係延展性嘅。咁鐵咧就 corrode less readily than magnesium， 啱啊，因為鐵咧係冇咁 reactive 噶嘛，所以呢個我對啦。完咁，例如防米啦，都睇埋先用啲啦。The abundance of magnesium 係多過鐵喎，應該係鐵多啲啦 ，magnesium 少噶嘛。最尾咁啊，上邊啲係特別多咧 ，A 又特別多啊。不過好少會問呢啲咁資料性嘅題目，因為 DSE 都唔鼓勵你去背咁多嘢嘅。有時唔好話你哋啦，老師好多都唔會記得，所以注重思考多啲，通常有呢啲咁嘅比較性資料咧，我會打問號先咯。但係今次係錯嘅。Both magnesium and iron can have more than one oxidation number。佢話我請呢兩個金屬都會有多一個氧化數。咩叫氧化數？氧化數就係 Fe 正二咪正二正咪正二咯 ，Fe 三正咪正三咯。小心啊，唔係。不是二正啊，一定是正二咁樣嘅。咁但係 Mg 咧，淨係得一個 oxidation number 嘅啫。咁即係話佢有幾多個甩電子嘅可能性咯？咁一個甩兩粒，一個甩三粒都可以嘅就鐵。所以呢個都唔啱啦，因為咧鐵咧有兩個 ，Mg 得一個。咁我教埋大家點背啦。原來就係 main group element， group 一、group 二、group 三嘅金屬都係得一個 oxidation number， 例如 sodium、potassium、magnesium、aluminium。但係我哋 element 21至30咧。很多時都是 transition metal 可以做到這個variable oxidation number 很多個的，例如 Mn、V、鐵都可以的，關乎這個 transition metal 我們再說了。